废话，今天天气那么好，我们不出去玩要去哪里玩啊？哦，对，那个应该不会是这里的董事长吧？你说哪一个啊？那个。你怎么知道啊？因为看起来很威风啊，然后副成员到处都有他的声音，感觉这是什么重要人物啊，对不对？请中正高中江慧珍江校长，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他好像有事哎，他。对啊。我们下礼拜去找他吧。好吧，就也只能这样。哦，好吧。哎，看那个，看起来超帅，对不对？哪一个？那个。他，你想要对他干嘛？哦，我想跟他要，那你就帮我要好不好？不要啊，他长那么帅，也没有我帅啊。我要了，他也不屑去要。哦，你不要讲那些没意的话了，赶快去帮我要。他要了，他也不会想跟你聊天啊。对了，他人这么好，对不对？好好好，请中正高中主任教官，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刚喝了好多东西，我好想上厕所。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我今天第一次来，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厕所在哪里啊？要不然啊，我们问问看那个导览员好了。导览员？对呀、啊。你说那个看起来神通广大，什么事情都知道的那个人吗？对呀、啊。哇，那他一定很厉害吧？请中正高中林之秀，之秀组长，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比较害羞，可是他做事情起来非常有效率，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哎，超级厉害。好了，那边看起来绿绿穿着绿绿的是谁啊？那群。那边好像有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啊？上面写健康快乐的使别人健康快乐。这个有什么遗憾啊？可能是这里的通关密语吧。哇。那这个游乐设施真好玩，请康联大哥姐，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各位友社，还有洛城康复社的老人，大家好。好。我是来自康复联盟社团志工服务队的正式志工鳄鱼大姐。我是来自康复联盟课程志工服务队的正式讲师佑佑大姐。我是康复联盟社团志工服务队资深志工一涵大姐。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带来给大家。那第一个呢，是我们每年暑假最让人期待、最好玩的消暑营要来喽，而且日期已经公告喽，就是在我们的暑假7月19日到7月22日，有我们的 Enjoy 康复体验营。那今年绿野行动康复研习呢，形式比较特别一点，分成过夜的工作坊，还有不过夜课程。那我们4天不过夜课程呢，就在7月24日到7月27日，然后2天夜的工作坊呢，就在我们的7月28日到7月29日。然后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资讯会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公布。那就请各位拿出你的手机，去点康复联盟粉丝专页，按赞抢先看，这样就会得到很多很多我们的资讯喽。康复社呢，参加我们第6届康复社建档排名赛，获得了我们的佳作的成绩。那在这里要代表康复联盟颁奖给你们，给你们一点小小的鼓励。那也希望，也谢谢今年来参加康复社建档排名赛的各位伙伴。也接下来呢，每一年都会有，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参加，然后好好为自己的社团留下纸本的记录，好好做好传承回馈这件事情。那
最后呢，相信大家看了他刚刚开场的表演，一定跟我们大家内心想的一样，就落成出品，品质保证。所以接下来这个下午呢，大家一定会获得最美好、最优质的表演。那在这里预祝落成社庆大成功！谢谢康莲大哥姐。久啊，反正我就尿多啊，我想要尿尿不行哦。好，你让我等你等半天，刚刚有个好心哥哥拿个冰淇淋给我哟。谁啊？他为什么要突然给你吃东西啊？因为他看起来人很好啊，然后我就吃了。今天是4月28号哎，你那么胖，你还敢吃哦？哪有，明明就刚刚好。好啦，请中正高中洛城康复指导老师志杰老师，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他好像要收摊嘞，他要干嘛？我的冰淇淋卖完了吧？啊，好啊好啊，那我们下礼拜再来买吧。好。哎，幼儿园到了，游乐设施啊，对吧？你有想要搞什么事情吗？想要坐那个云霄飞车。你说那个看起来很高很刺激哎，我不敢坐。哦哟，不会啦，一点都不刺激，走啦，一起去啦。哦，好好好，走了。好，那我们坐第一个。第一节吗？对，第一节。不要，第一节那么刺激，我们坐第10节好不好？不要坐第一节啦。好了，请洛城康复1到10届老人，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云霄飞车好刺激哦！哇，整个云霄飞车，我心脏都快跳出来哎！你很胆小哎！哦，好好好，那我们去做别的游乐设施吧。你想做什么？我想做那个摩天轮。摩天轮吗？好吧，走吧。好，走走走走。哦，上面好像有写字哎。写什么？你视力不好。写啊，他现在写维修啦，11:15才开始。11:15？我们现在才中午哎，我想要玩游乐设施，不然我们去吃东西好了。好，这有过期。好，请洛城康普11到15届老人，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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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 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no size 2, but I can sh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that boom boom that all the boys shake. Hey, 各位大家，各位师长，还有大家，各位有事，还有在座前面的年轻学子们，大家好。我是洛城14届的。那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看各位精彩的表演，预祝各位事情大成功，不要吝啬各位的掌声啊！谢谢谢谢。康莲大哥大姐，学校师长、洛城老人、学生家长以及友社，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15届老人世杰。那就是很开心能够看到学弟妹在台上很开心的表演。那其实我认为学生除了准备课业之外，也我们应该要鼓励学生去做一些多元发展或实性活动这样子。那就是一日康复魂，终身康复魂，希望你们能够持续保持康复的心、康复的心态。那在社庆结束之后，也能追寻你们未来自己想要的目标，朝那个方向去发展。那预祝你们今天社庆成功，谢谢。谢谢洛城康普11到15届老人。哎，这游乐设施怎么那么旧啊？这游乐园什么时候建的、啊？哦，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有看到，好像是1916年盖。1916年，现在都2018年了，过了那么多年，难怪游乐设施屁股坐上去都脏脏的。对吧？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刚刚看到吗？为何？因为你刚刚在那边拖拖拉拉，就看了那个路牌的那个。好了好了好，请洛城康复16到19届老人，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
位师长、各位贵宾、各位友社，就是大家好，我们是洛城十六到十九届。对，首先非常谢谢大家来到现场看他们表演，然后也谢谢各位老师跟各位家长愿意支持自己的小孩去玩社团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玩社团不是坏事，虽然他们都有很多时间，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一定也学到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那我也希望就是他们这三年玩社团留下的回忆，可以成为他们之后就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啦。因为已经这么老了，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会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候，这种感觉是很棒的。对，也预祝你们设计大成功。来，十七届有人要讲。就是加油啦，哦，加油！哎呀，你慢慢讲。哎呀，没有了，谢谢，谢谢，谢谢啊。你好，你好。哦，是脚，哎、啊。哦，你好是。既然灯关了，预祝21吗？21社庆大成功，19代表。预祝21社庆大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洛城康复十六到十九届老人。那边那个游乐设施看起来好特殊哦，它是什么东西啊？下面有一群疯狂的科学家，他们在进行什么奇怪的科学实验啊？对耶，感觉好可怕哦，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人们哎，他们感觉都在做什么很厉害的研究哎，觉得吗？难怪那游乐设施看起来那么特别，我也想要去玩哦。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了自己梦想，朝自己梦想前进，好厉害哦，我好羡慕哦。我们可以一起去追梦啊。好啦，请洛城康复二十届学长姐，请从右手方上台，左手方下台。师长，然后洛城老人，还有友社，大家好，我们是洛城康复二十届，然后谢谢大家抽空来看我们小孩的社庆，他们准备了很久，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好好享受这个舞台，不是欣赏这个表演，然后我们的小孩好好享受这个舞台。祝你们大成功！谢谢洛城康复二十届学长姐。啊，加油！张小雨。现在几点？现在几点？你妈就打给你哦。对，好像是，我找一下手机。喂。好啦，我要回家了啦。哦，好了，拜拜。他说什么啊？妈妈叫我回家了。啊，现在才4:28，你那么早回家，那我们没玩够怎么办？他说明天还要上课，没办法。好，那我们下礼拜再来玩吧。好，走吧。走。